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修华严二智梦经梵愿观经文第五句啊，第五页啊，第五页最后一行啊，世界临近及禅定。智慧方便心通定，头前一句咱学过咯，因那里对智慧来开始，六道内面的八智波罗蜜，十道内面也是八智，咱看。世尊在一般大乘教内面常讲的这个八智意思啊，八智这是梵语，华严智慧，反正中国的意思是智慧，为照料一切诸法。爱不可得，你能通达一切无碍，为诸众生种种演说也。不知为什么唔直接换作智慧呢？也难看到这个注解就知影。中国字内面，智慧这两字，甲梵语八字意思同款，可是有千千公遐的无同。八字意思较阔，意思深，咱中国人讲智慧无遐尼啊。大的深度，也过深一层来讲呢，我这是对自性内面逃出来，唔是恶来。所谓开智慧，智慧按怎开呢？将障碍自性智慧的迄个物件，甲提掉，将障碍甲除掉，自性不在智慧，一自然就现前。这个无同款啦。学习的当中。是不是这智慧呢？答案啊，未当讲有，也未当讲无。为什么呢？看你用的是什么心。如果学习无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那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这个知识跟智慧是有差别的。若讲你学习内底啊，无夹杂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是真正的智慧。差别在这个所在啊。为什么呢？大乘经教内面佛常讲，烦恼即菩提啊，生死即涅槃啊，
这意思主要是明白咯，啊，都有把这个烦恼的关系啊，你就会清楚。伊是伊，唔是你。讲的时阵叫做智慧，迷的时阵叫做烦恼。现在呢，换一句来讲，你就会更加容易了解了。把这的有障碍时阵，就变成烦恼了。无障碍时阵，伊就叫做白坐智慧。什么物件障碍呢？妄想分别执着甲障碍着。只要拄到这个物件，伊就变形，就变体，就变做烦恼了。所以讲烦恼即菩提。烦恼一个感悟，一个障碍无了，将妄想分别执着彻底甲放下，啊，诸心不执就现前啦。啊，咱想着唐朝时代六祖慧能大师，伫五祖林和尚的方丈室内面，听老和尚讲金刚经，听到应无所住的生机心，伊真正是放下了。应无所住，无所住就放下了。但凡夫是有所住，也就是说你心肝内有物件，有什么物件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，有这些物件。讲一个较粗的，有自私自利，有名闻利用，有贪嗔痴慢，啊，有五欲六尘，你有这些物件，你的不坐智慧就变成烦恼了。啊，如果咱呐将这物件放下，无所住咯，思有无，思未妨碍，思想有未妨碍，思思无碍，理思无碍，无障碍啊！障碍就是产生伫妄想分别执着，只要你这物件，伊就产生障碍。无这个物件，障碍就无咯。所以只要你啊将妄想分别执着的放下，诸心内面啊，本来具有的不舍智慧隆重现前，啊，这个智慧作用啊是不得了了。啊，佛法内面讲的啊，法界虚空界。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，你无一项未通达，你无一项未明了。为什么呢？诸性本领都是安尼啊，所以林大师一个开悟了后，啊，伊提出报告，伊明心见性咯。见性是什么款呢？伊讲出来了。伊讲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。这个第一句话讲呀，何其自性，无想到自性啊，本来啊是清净的，将来都唔爱有污染的。地佛菩萨是清净的。在我们也还是清净的，在芒塘高下五鬼地角特生也是清净的，真心永远啊都是清净的。我们今天说念有，念有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妄心是什么呢？在佛学名词叫做阿赖耶。
真心被染污了，就叫做阿赖耶。阿赖耶是梵语啊，梵做中国的意思叫做种色。种就是咱佛经内面三种的种，意思就是藏啊。色是色心，是假的，不是真心。真心变作色心了。伊的作用呢？作用就是含藏。含藏是咱今仔日讲的记忆啊。你会记哩？这些代志拢会记哩？就那亲像资料库同款啊，档案室同款。无始劫以来。你起心动念，一切自作啊，拢总这个业啊，拢落在这内面，伊是大仓库啊，拢藏在这内面。你爱知影这个道理，起心动念都要小心谨慎咯，无论是善的恶的，全部拢收藏咯。这个档案调出来给你看，啊，你提都提未起啊！所以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人是袂用你起一个妄念嘛。唔是讲天灾地灾你灾我灾，唔是安尼。你有资料库啊，资料库内底真正完整啊。啥人调会出来呢？佛菩萨、阿罗汉拢有这個能力，拢会把你这些资料给调出来，让你家己去看。这种公案啊，古早时阵有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慧能大师开悟咯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你若问讲伊也是安怎成佛呢？就是伊知影应无所住啊。佛在经典上甲伊讲应无所住，伊就隆重放下咯。知影什么呢？一切诸法皆不可得。把这经的总结，你甲看。600观大不济，这是佛经内底分量是最大的一部经。啊，世尊啊，是讲了22年，啊，总结的都是一句话：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12年啊，佛将这个道理、事实真相，详详细细甲咱讲出来。这个世出世间法，不但包括世间啦、出世间也无例外。佛法嘛是安尼啊，无例外，拢是不可得啦。所以金刚经上佛明白的跟人讲，法相应下何况非法，那个法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也不可得啊，也要给他下掉。那是说我们学了一大堆规头壳的这个佛法，规巴肚的佛法，啊，你就害了。伊本来都无法啦，你有遮多，你麻烦就大了。呀，佛为什么要讲遮多呢？佛无承认啊！啊，你念金刚经，金刚经内底有。佛若讲伊一生无讲一字，若讲你讲伊说法，那是谤佛啊！
我确实是无讲一字啊。明明讲了49年，现在集结这部大藏经，这佛敢提起呢？哎，佛为的道理啊，佛是安怎讲呢？无说理说，说理无说啦。你那是会想听，你啊就会甲佛同款。我听你无听，无听你听，就对着咯。啊，你才真正了解佛所讲的这个真实义啊。这个开经记里面所讲的无相心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无尽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！你就真正了解到真实义咯。那真实义是什么？真实义就是自性啊！啊，自性是本有呀。虽然是本有，也不可得啊！你看，讲这个自性呢，会使讲真正最的《大乘经》内面讲到自性，自性是什么？头一个就是跟你讲清净。这篇文章内面，延寿国师将这个华严奥义分作六个段落啊。第一段就是讲自性，自性清净圆明体啊。迄个清净就是慧能大师讲的头一句话。都去自性本自清净，将来都无念计啊！为什么无念呢？伊也毋是物质，伊也毋是精神，咱讲念有啊。物质的念有自会知影，精神念有你嘛会当体会。伊毋是物质啦，也毋是精神，你哪能念有伊呢？可是伊灵性啊，精神甲物质的这个现象，伊灵性啊，虽然灵性。伊个毋是真呢？哪讲是真的呢？啊，伊啊真的就会受染污咯，伊毋是真呢？虽然讲灵性啊，是物质现象，是精神现象，生灭啦，不可得啦。这个性别上了不可得啦，啊，咱读一篇啊。这个无啊，弥勒菩萨甲世尊的对话，一段经文，是选伫个法愿珠林内面，是菩萨处胎经内面的经文。佛问弥勒菩萨：“
心有所念，咱凡夫起这念头，即个咱知影，咱起这个念头，即个念头是假啊，唔是真的啊。即个念头有几念？这个问题咱就唔捌咯，咱起一念头，分问：这个念头内底有几个念？有几个形？有几个色？分若是无问，咱完全未了解。问咯，咱也感觉未晓。弥勒是灵觉菩萨啦。弥勒菩萨回答讲：“一旦之庆啊，这一旦之啊，这时间真短啊，一旦之啊，一旦之内面有32亿八千念，咱听着就惊呆了。那咱起一念头，这个念头。”是32亿八千念合成的。你看这念头偌微细，念念生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，生这个物质现象，形界有色啊，色是精神现象啊。咱现在观念是用秒做单位，呀，这个单子呢，咱啊断这个较紧呢，一秒钟大概会当断四摆，32亿八千念，搁在生死呢，是偌济啊？现在来个算一个呢，1280条，呀，就是讲。这个念头是1280分之一秒，一秒钟内面有1280条的微细念头啊，每一个念头拢现物质现象，这物质现象是什么呢？无常啊。啊，这个精神现象是什么？精神现象主要是讲家己啊。外面的人事环境是咱衣钵内面的人事的衣钵啊。讲正钵就是讲家己，哇，对到以来讲出来了。每一个念头内面拢有我，念念拢有我。这个念太迷失了，弥勒菩萨跟咱讲的啊，不可以执持啊，你也无办法把伊提到手啊。讲实在话，你想都想未到啊，因为你想就是一念，这一念内面就已经有1280条的细念。你哪会当掌握到呢？所以啊，伊所现的物质现象、个精神现象，拢唔是真呢。有生灭，生灭了不可得啦。啊，咱今日的感官的世界是什么呢？是这种迷失念的相续相。是这款代志啊！啊，这个问题呢，你看到现在古今中外这款科学家、哲学家，拢无办法，这条结论啊。现在讲有丢啊，有丢，有丢是对大爆炸来，这个讲未通啊，或者讲啊真好。
比大菩萨讲较圆满啊。所以佛法讲一切法从心相生啊。迄、那个心相咱也唔捌啦。其实迄个心相就是1280.1秒的迄个微细的震动啊。波动啊，现在人讲波动，确实是波动啊。这个波动的佛法里面叫做无始无明啊。啊，一念不觉里又无明，就是讲这个代志啊。一念不觉，多一念呢？为什么有这念？无理由啊！当时有这念呢，无时间啊，时间拢无存在，所以佛甲咱讲呀，讲了好啊，当下无计去现在未来啊，计去现在未来是未了后，你产生一种错觉，你就是讲有时间、有空间，实际上无。所以华严经里面跟人讲呀，迷顶里面啊有世界，伊个迷顶是目睭看袂到呀。啊，现在科学家发现呢，原子、电子、粒子、基本粒子、夸克，是不是这物件？咱嘛唔知呀。总是上界水上界水的物质，可是你也知影，迄、那个物质真不可思议啊！伊啊，内面的信息是包含着整个宇宙，所以你那是见性了，唔免学啊！变化界虚空界内面。万事万物，你无一项唔知影，就是迄个信息是圆满的。现在科学家所讲的钻石理论啊，好讲啊，咱迄个心起心动念，生出来万法，林大师尾后一句话讲。何其诸性灵性万法，所出现的这万法，法化万用，法化古浊啊！佛甲咱讲的这不是神话，那是讲神话啊，就变作宗教了。所以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啊。这咱来肯定，伊不是宗教，伊不是神话，伊是什么呢？伊是科学，伊是铁学。对理想来讲，伊是究竟圆满的铁学；对科学上来讲，伊是最高等的科学。为什么呢？伊要究竟啊，科学来证明。你那是家己袂当亲证啊！啊，你伫佛遐听讲个，你得袂着受用。你必须亲证，你才能得着受用。再有正法呢，放下。知影这个一切法皆不可得，你也就得将一切法放下。放下就静掉了。要完全放下了，也就是讲梦想分别执着拢放下了，好咯，你成佛啦。你甲一切诸佛如来拢嘛同款。
啊，如果未当完全放下，放下一部分，啊，这三大类啊，障碍啊，起心动念，这是根本啊。这个物件一个放下，啊，当然分别执着都拢无了，一切拢放下了，分别啦、执着啊，拢是对起心动念生啊。根无咯，伊哪会存在？起心动念有啊，无放下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也有起心动念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菩萨啦。各处一定的。梦想，诸位爱知影，讲梦想就是起心动念，这非常美色。梦想分别无放下，执着放下了，会用了，会将执着放下，这个人叫做阿罗汉，超越六道轮回了。所以阿罗汉证到呀，这是讲证到。这是讲科学，正着正觉，菩萨正着的都是正定正觉，佛所正着的都是无上正定正觉。佛法的修学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个，不是名闻利用，不是升官发财，是真实的智慧。不是对外来啊，大家人拢有啊，能够一切诸佛平等平等，无丝毫差别。佛在华严经上明白的跟咱讲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你看讲啊，偌清楚，偌明白嘞。所以在诸佛如来的目睭的当中呢，咱每一个众生的拢是佛，伊承认啊。为什么呢？智慧德相一点啊，都拢无差，同款的啊。为什么现在变这款的呢？现在是有障碍，虽然有障碍，你的性德智慧啊，未当现前，唔是无啊，有啊。哥跟你讲的，就是讲伊啊现前变质了，诸生内面的不济智慧变作烦恼了，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！迄都是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你啊只要放下起心动念呢，做烦恼拢会变作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所以啊烦恼未当断，烦恼断了，智慧就无了。跟你下讲老实话，烦恼是绝对袂当断的，伊会转变呐、啊，会变作无量智慧，这不是烦恼啊，就叫做不济智慧咯。德呢，一定是能力，叫万德万能啊，无一项你袂向呀，多才多艺啊。这个刀刀到什么程度？无限量的啊！这是本领啊！自性内面本来有的本领啊，那没了后起心动念，这个本领也失去了。上好呢？上好，咱今仔日是讲福报啊！啊，咱念。无量寿经啊，观无量寿佛经，你看阿弥陀佛的上好，他华严经看毗卢遮那佛的上好，那什么呢？就是咱家己，然后这诶障碍掉了，咱现在上好变成六道轮回了。
这真正是真差、啊。为什么变呢？佛讲咯，但以妄想分别执着，发生变化咯。所以咱今仔日会当将妄想分别执着甲放下，爱知影妄想分别执着拢不可得啊，也不可得。你常常认为讲有，常常认为讲要执着伊，错了。啊，这个就是咱现前受苦受难的原因啦、啊。佛讲啊，真好啊！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这是咱家己梦想，分别嘛是梦想啊，执着嘛是梦想啊，啊，拢是对梦想来对生啊。起心动念，生是无种因土。这是咱公主佛如来的布托啊，也是对梦想生啊。那是讲不起心不动念，是无种因土无啊。只有自性的体性啊，自性体性叫做什么？叫上集光啊。佛经内面也称伊为大光明中啊。一片光明，这内底无物质，也无精神，一片光明。咱净土宗该叫做上集光净土，起心动念伊就变咯。上集光内面就现出诸佛如来布土啊。那是讲个加着分别，还佫变咯。祝福即将庄严的净土无咯，变成甚物呢？变成四性法界咯。这是讲你也未有轻重无共款，未较轻呢？四性法界里面的佛菩萨，未较重的，就变作缘觉啊、声闻啊。那是讲啊，这里面也有执着啊，就佫变咯，愈变愈差咯。有执着安怎？有执着就变作六道，就六道轮回咯。咱现在也是妄想分别执着拢种固执。而且还个非常严重，而且麻烦大了。要安怎来回头呢？延寿国师这篇文章教咱的梦境还原，就回头了，回归到上集光啊，回归到啊极乐世界啊。回归到华藏世界，华藏极乐也是十部庄严土，也未歹咯。呀，这个是学佛的目标啊，千万不能去创错咯。怎样学法呢？千经万论，佛就教咱讲这个四个字啊。看破放下，放下看破，除这个以外，也无法咯。所以叫你法相应下何方非法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拢是啊，教你
看破放下。这个方向无变，这个方法无变，八个万四千法门拢都爱遵循这个方法，遵循这个方向，明心见性的大道啊！如果有坚固的执着，麻烦大了。坚固的执着在倒位？是六道内面的这个三恶道啊！执着最严重的啊！执着严重，伊就啊，起贪嗔痴。贪心和鬼道，不管贪心合乎贪乎法，只要有贪心就跟和鬼道相应啊，鬼道是对贪来啊，天生一道有痴啊，地界都清灰啊，贪嗔痴是因啊，无鬼地界精神是果啊，你做什么款的因啊，就结什么款的果啊。做因无人教你做啊，自作啊。所以果报也是自修，自作自修啊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不怨天，不尤人啊！跟人无关系啊，拢是自作自修啊！明白了后，在这一生当中，依照佛的经典上的教诲，认真去学习，大乘佛法里面这个道路是非常的光明啊，咱啊顺着这条路梦境还原，也各家注意做一个简单报告，七宝庄严土是清净的，所以咱一般人称为净土，极乐世界是净土啊，华中世界是净土，诸佛如来的布陀拢是净土，凡是大师所居住的拢是净土啊。跟佛是同款的，为什么？因已经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带来净土啊！起心动念，净土就无了。带在倒位呢？是法界啊！是法界头前啊，佛菩萨声闻缘觉，这叫四性法界，四性六凡，四性法界。也叫做方便有土啊！伊伫即内面用方便的法门去修行啊，个向上提升，提升到是不土，是不土就成佛咯。也个对下面去呢，就是六凡啊，六度凡夫啊。这个方便有五土，这个内底啊有念经，六道内面呢，六道内面有善恶，人的心善、行善、生三善多啊。如果心行不善，伊就啊生三恶多啊。这个讲六道轮回咯，
所以六道内面啊有善恶，诸善法界内面啊善恶无了。在十宝塔内面，连念经都拢无，这真正是净土。大乘教内面，常常讲三种佛智。第一种叫实相，第二种叫观照，第三种讲文理，文理不济啊，也有所在讲方便不济，有这三种。啊，咱今仔日学习。这三种也应当都爱明了。什么是实相？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实是真实啊。真实是什么呢？真实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。那大部分这一经内面所讲的意思完全同款，咱将这个两种的讲法集合起来看，就真容易了解。知影什么呢？知影所有的这个现象，无论是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伊存在时间偌长呢？这还知影？1280条分之1秒，这是存在时间啊。也就是说，一秒钟内面，它的这个生灭已经啊有1280次啊！注意想看麦，咱咧看电影，现在科学进步了。我唔知影讲现在这个电影院啊，放电影是用什么款的碟大，也是用光碟。可能现在拢到这个数码咯，应该走向这种科技咯。比较早用这个底片啊，底片咱呐看到伊的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是一张一张的幻影片啊。放用机一个拍开，我摸顶面倒落去咧，就是一张幻灯片啊。也将这个镜头给关起来，关起来，换一张，第二张这个幻灯片给放出来，镜头拍开第二张啊。也速度咧是1秒钟24张，也就是讲。24分之1秒，也咱伫云幕顶面看到的啊，就那就是真的同款，就会互伊吸引咯。实际上，逐张都无同款啊。前一张唔是后一张，后一张唔是前一张，逐张拢无同款。而
伊会袂歇咯，伊速度太紧咯。也现在咱就用这个假设，咱想看卖一秒钟24张，好甲咱讲，咱现前这个环境，一秒钟偌侪张呢？1280条张啊！你那怎是记呢？如果起心动念一个灯，这个现前境界立刻就无了，就像像咱电影这个云幕，那讲这个片一个灯去啦。啊！你就看到一个白色的云幕，那就是上集光线前咯。所以只要能看到这个物质环境的存在，那就什么念头啊无断啊，念头啊太迷失咯。你讲形象有无？未当讲有啊。你了解电影这个道理，你就知影了，幻想啊。然后他带背这经历就会逢年带我咯，佛讲一切法无所有啊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你完全承认咯，讲了一点也无错啊，这个文理啊，这是实相不遮啊，啊，咱对释迦牟尼佛甲咱开始的啊，咱知影这个事实真相，安怎去证实呢？观照证实啦，咱来去观察，细心去观察，是不是观察到？观察未到啊？为什么呢？搁较细心去这念头，那就是弥勒菩萨讲的啊，这个一旦之境啊，你起几个念头呢？32亿8000万啊！你安怎照法呢？所以观照啊，是啊，未当讲用妄心嘛。观照安怎呢？要用真心，真心起作用啊，就是观照；妄心起作用啊，就是分别，就是执着。妄心起作用啊，你未当出六道轮回。啊！咱凡夫这个妄心是分别执着，未当出六道，就恭喜执着放下了，对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未过再执着了。啊！你用分别啦，你伫倒位？你伫四性法界，四性法界分别无放下，你就未当出十法界。啊，六道的经营同款啦。若你想要超越十法界呢，你就要将这个分别放下，分别失去，彻底放下了后，最后也阁真正会将这个起心动念放下，十法界就超越咯，十法界无咯，就那做梦同款精神咯。第一次呢出六道，第二次出十法界，还有第三次啊。第三次是什么？超越十部庄严土啊，回归到上集光啊。在佛法里面叫做究竟圆满佛，这个境界里面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了不可得啦，就跟慧能大师所讲的，本自清净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具足
无量无边无尽的智慧德能上好，本处具足啊，但是不现。上一宫内面有，但是无现前，本无动摇啊，也心是不动的，无念头，灵生万法啦、啊。这个无念头，安怎生万法呢？所以你会向你阿妹啊，这个灵性万法的意思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，像一公来对啊，咱那是想到头前林大师讲的本自具足。所以啊，伊啊就会生万法，一旦生众生有感，伊就有应啊。哪讲唔是本自具足，伊就未生咯。回归上就讲，伊就未生咯。啊，你讲起来，回归到上就讲了后，是佛陀内面菩萨有感。伊就现是报托，四性法界内面，菩萨声闻缘觉有感，哎，伊就示现四性法界；六道众生啊有感，伊就啊示现六道；众生有感，伊就应啊。这个现象。咱伫即几年来啊，看到日本冈本博士做诶水实验，将即个代志证明咯。水是矿物啦、啊，无起心动念啊，无分别执着啊。可是呢，咱让咱起心动念对伊咧，伊知影。伊欢迎啊，咱伊善心，善意对伊咧，欢迎非常的水。用恶念来对伊咧，欢迎是真正歹。最是恐怖啦，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实验，证明讲伊会看，伊会听，伊会了解人的意思。啊，咱就知影讲，既然伊了解人的意思，伊就能感到咱啊，这个一般的主场，主场怎样形成呢？哇，伫这个地区的人心、工业形成啊，心地先，主场好啊。西方叫做世界好啊，华中世界好啊，为什么？因那边的居民，大家人拢是上善之人，聚会一处啊，所以注意变作八功德注意啊，八功德注意，但这个注意有什么无同？拢同款的啊，心变的啊，心好，伊就变作八功德注意。对水的所在变成七宝池咯，七宝莲池，八功德水，人心变的啊。咱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，啊，我拢总心地拢是纯净纯善，啊，咱这个地球上的水，全部拢是八功德水咯。哪有念污呢？所以诸位明白这道理，知道有无？
我听东哈甲我讲，伊讲伫网络有真正侪人用我的名义伫咧散布讲灾难的预言，预言呐、啊，唔是谣言呐、啊，预言呐、啊。我有散布无？无啊，是有人伫咧散布，想散布。世界卫生组织伫咧散布啊！你上帝报纸伫网络，伊拢有看到啊！伊咧散布啊，我无散布啊。科学家因伫咧散布啊，实在讲，伊是有科学的数据的，提醒人啊。科学家虽然看到啊。灾难渐渐形成咯，无办法化解啊！我那家大家散播咧，这是好消息啊，福音嘛！宗教里面讲福音嘛，佛法讲慈悲音嘛，清净音嘛。我跟你散播什么？华严经上所讲的有灾难无？无灾难啦、啊！不但无灾难，无生灭啊！这是真的啊！你去想看卖，拄则咱举个比如，你伫电影内底看到呀，伊个底片顶面一格一格有生灭不？无生灭啊！整个宇宙啊，无生灭，不生不灭啦、啊！这个佛讲的啊，大般涅槃啦！啊，生命的现象是什么呢？生命的现象是你的错觉。你如果有生有灭，实际上是无生灭。所以佛家常讲啊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哪会讲因果不空呢？你看。一念不加是因啊，从上一公转变做阿赖耶，这是故啊。阿赖耶对到位来呢，迄、那个因就是迄念啊，迄念不加啊。一念不加的因是什么呢？一念不加无因啊，第一个因无啦。伊那是有因就变作真的哦，伊无因啊是假啊，所以想你看佛顶面加一字叫妄想啊。啊，为什么是妄想？伊无因啊。有因，因是真的，果也是真的，所以迄个因是妄想，所以现的相也是浮妄的。不但六道啊是虚妄的，人家大师讲得真好，梦里明明无六处，觉晓空空无大千。这个六道是那像梦一场梦啊，是我看也是一场梦啊。啊，诸位讲的是波庄安土也是一场梦，真正精神咯，上一讲啊。到上集讲，所有一切众生拢变作一体咯。什么体呢？共鸣体啊！伊未现象咯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无咯，变作一片共鸣啊！就那像咱这个世界上，你甲看偌济河流水啊，拢流去大海，流去大海就亲像回到上集讲。啊，什么江、什么河，名拢无咯。你无回归，吼、哦，那是中江的水，那是黄河的水，那是外江的水，还有一个名，老李大海失去咯，无咯。这是无条恶弊啊。
这是俗语，是上不济啊。所以咱今仔日最重要的是起观照，观照就是时时刻刻，像佛所讲的这个，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当提起来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在中国变成佛门的第一经啊，安怎是第一？知名度上悬啦。读上的人也上界多，不是佛教徒也会念。在较早，只要是读书人，会使讲，伊无迄个讲，无读过《金刚经》的，会使讲是一个都找无。只要是读书人，肯定伊是念过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是好啊，言简意赅啊。这部经无长啊，只有5000多字。哦，咱非常重要的观照，有真多重要的经文，比如咱讲有分别执着，咱想着经常讲的。甲咱讲真相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就会放下。为什么无呢？相有体无啊，事有理无啊。而且这个有是幻有，确确实实不可得啊。咱在这个幻想的内底啊，去执着咯，你将这个当作是真呢，开吃的这地啊，这个开就是六道轮回的因啊。你明白了，放下了，真容易啊，离开六道。六道实在讲太辛苦了，尤其咱现今的社会。诸位，如果是冷静，你想看卖？看这个现在儿童啊，你细心个观察，你看这个小朋友伊在想什么？伊在讲什么？伊是在创什么？你细心去观察。可以说跟自身的性格完全是相反的，性格就是道德，道德是以性格来建立的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小朋友有这些概念吗？哪说没有这些概念，是反面的概念，唔知啊，孝敬父母；唔知啊，尊敬师长。心无当中无长辈啊，大汉要安怎呢？真紧呐，20年就大汉了，30年就不得了了。这个世界甘要前途呢？中国的文化会当维系5000年，靠什么？靠因果教育啊，靠伦理教育啊，道德教育，伫咧维系啊。西方世界靠宗教教育伫咧维系，现在呢？现在这四种拢无咯。西方的宗教教育无咯，东方伫中国，遮大的福源，遮尼侪人，
全世界人口大概60亿，中国占1/6啦。呀，这人呢，从传统文化疏忽了，整个社会动乱，这是全球的社会动乱，这问题多严重呢？啥人会当救呢？我的老师，台中李炳南老技师，王兴前一天的下晡，对酒池身边的同学们讲，这是最后遗言啦。伊劝阮这学生，伊讲世界乱了，佛菩萨、神仙、下凡拢未当救啊！今仔日大家唯一的一条生路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是老人伊要走的时阵，97岁啊，最后的遗言啊，讲真话啊！啊，咱今仔日伫这个世界，咱应当伫咱的人生一生当中，第一个目标是什么呢？第一目标就是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咱的缘也未成熟，现在也未当去，加做好事啊！好事来对第一件好事。就是接受因果教育、伦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宗教教育，对咱家己做出来互人看，这是做好事啊！环环观六条。第四条就是说四种性德，四种性德里面第二条就说这件事情唯一有职啊，唯一主持有职德啊，唯一是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行固执。这个呢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原则啊，是规矩，是榜样。学会人事，行为世范。咱在这个世间，时时刻刻，哎呀，做一个好模样，给别人看。啊，这种好模样。是咱念佛往生的正常言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好人，无歹人，拢是诸上仙人聚会一处啊。咱若要做上仙的好模样，安尼才会当得生极乐世界啊。咱的心行言语作为。拢不仙，免来往生呢？甲叫做世界无相应啊！这咱来自觉啊！这个年当想别人来提醒咱，来教导咱，找无啊？为什么？啥人都不愿意做歹人啊！现在社会。表扬的、提倡的，是开放，是自由，是民主，是人权。所以现在父母未使教儿女，儿女有人权，未使侵犯；老师未当教学生，
所以你古早严父出孝子，现在唔敢做严父咯，做严父警察会来个你啊，你阿去啊，你犯法了。哇，即句讲孝子无咯，严师出高徒，现在老师袂当教学生。你若教学生，学生甲你告的时阵，警察就会来了，老师就去坐监。哇，即句讲，即、这个孤独无了，孝子无了，这社会要安怎呢？问题严重啊！咱若真好运，咱拄着佛法，啥人教咱？佛教咱。咱若请亲骨老祖宗，老祖宗留落来典籍啊，咱咧学习啊，老祖宗教咱的，教咱的啊，《弟子规》教咱的，《感应篇》教咱的啊，《因即本》教咱的啊，啊，《十善业》都教咱的，好啊，这是难得啦、啊。只要家己肯学，无迄个未成就呀。所以时时刻刻啊，提早提醒啊，用佛经来提醒家己，书无什么大妨碍啊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大障碍。我哩初学佛的时阵，住伫韩馆长因家，住十七年。以后才有一个道场，华中视听图书馆，我就搬去图书馆去住了。阮做伙生活三十年，伫因家的时阵。因家有电视，我将《金刚经》顶面一首偈个写出来，印伫个透明的这纸片顶面，透明的纸片顶面啊，《金刚经》顶面的四句偈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呐、啊。我该搭伫个电视机的荧幕顶面呐、啊。你看电视，啊，你就会想到这拢是假啊。然后，互你回想到咱现实的世界，就甲这个电视荧幕内面是同款的。时时刻刻的提醒你啊，这个啊都是管教不济啊。这是教初学的方法啦、啊。你的印象深刻咯，你好法记在心内，无论在什么场合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。善言也好，恶言也好，只要这个这个动心嘛，这个起念嘛，这是七情五欲起来咯，贪嗔痴慢起来咯，你立刻就会想到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。好啊，进入罗英啊，心马上就变咯。别人赞叹，你就要特别的留意咯。别人赞叹你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，心变咯。呀，别人诽谤你，别人侮辱你，别人陷害你，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啊，心也变咯。
什么叫做管教的功夫呢？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经题里讲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叫做世界真因啊。叫做世界古佛是大乘无量寿庄严，大乘是智慧，无量寿是上好福地的啊，寿命是第一滴啊，庄严嘛是德能啊，华严经上讲的啊，如来智慧德能上好。无论是经经题顶面讲啊真清楚啊，拢甲你显示出来。怎样修呢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感恩的心、清净平等觉啊。这五理将所有的佛法隆重包括在其中，这五理是三宝啊，你看这个佛觉是佛宝，清净是净宝啊，平等是法宝啊，又是三宗，清净是律宗，平等是经宗，觉是论宗，三下三宗啊，三部拢伫这个对顶面啊。你会当伫倒一部经的经对顶面找到这圆满，这么具足，一丝毫欠缺都拢无的呢？也是诸佛菩萨释迦世尊无尽的慈悲，帮助咱这有缘的人，你看到这本经，接触到听到了，拢是有缘的人，你也会当掌握这个机缘，认真学习，也你这一生就会当正果了，不是一般小果啊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所以这个法门叫做东胜神咒的法门啊，你是无得去找啊。啊，修下这个法门，确实稳当、直接、快速，一生当中有福咯。选择这个法门，第一智慧啊，不是真实智慧，你哪会当选择这个法门呢？既然选择了后，亲像咱伫头前所讲的，你必须爱慈悲专心，爱慈悲修一，这四字重要啊。这四字那里爱调啊，你呀、啊，这一生决定得胜。这一生未空过啊！这一生的这个修学无比的殊胜，学习诸佛赞叹，菩萨显现呐！这个法门快速，
无需要用真长的时间。关键就是讲彻底放下。噶，宦官官顶面所讲的素德，素德相应，也是祖祖连连就相应。素德第一个，虽言妙用。确实会当行顺众生，行顺众生是随缘呢。随喜功德是妙用啊，妙用是什么呢？这里面无分别执着，梦想咱唔免讲咯，为什么做未到？咱若将梦想放下是无可能的。在几千年当中，真正会当将梦想放下的人无多啊。所以咱不得已啊，你求基础。安尼有不分别不执着，特别注重的不执着，什么拢好，无一项唔好。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你方便。或者内面提升家己的德行，特别是在业境恶言，小学的环境不好，家己也想不到啊。这一生当中，若是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环境来修行，那是福报啊！福报是多生多劫修的啊，不是一般人会当得到的啊。咱看到古人的传记，古代的啊，去一个所在去参学。十几年、几十年无落山，就住伫一个所在住落来，真正叫修一啊！我嘛咧想啊，可是这一生落落命啊，无福报啊！我真少伫一个所在住三个月啊，无出门啊。你讲偌辛苦啊，无福啊。到现在83岁咯，想要找一个所在住落来，也有问题啊，找无啊。所以这会知影讲，遐个人福不大啊。我收集的经文是很足足的啊，可以开一个图书馆咯。我无机会去读，读书才时间呢，哎，固定伫遐才会用的啊。常常离开是无办法啦。啊，咱即卖伫即个澳洲正宗学院收集的典籍。大藏经，咱有十种无同版本的大藏经，就是十套无同版本的四科专书、四科会要，这是较大，收藏真丰富啊！
我袂当登记伫遐挂。我倒转来想看卖，这嘛是好事啊！人人是好人，处处是好事啊！这个无福报也是好事啊！怎样去想呢？所以你若想，爱用智慧去想，唔通想烦恼。大概也是佛菩萨叫我卖去执着，因为我伫遐我就逐天会读书咯。大刚伫外口咧走的时阵，收集遐侪物件，一本都看袂到。啊，想到金刚经上讲的啊，放下，释迦牟尼佛对十九岁到三十岁。外面参合学了十二年，最后的菩提树下也是放下。要若无放下呢？无放下就变作所地障咯。无听到也可能是佛菩萨啦，惊我变作所地障咯。所以给我一个这款的经验，到四国去流浪啊。家己有这个布衫袂当孤注，受尽了千辛万苦啊！想什么呢？消业障啊！也想着世尊弥陀进前教导有学啊。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！所以受到这些教诲，心就平了。可是呢，也是愿意修集这些法宝，为什么呢？那和后来的人，现在念头变了，较早是想家己。来学习，现在家己无这个缘学习咯，希望后来的人有机会机缘来学习，念念为别人来想，家己现在啊，才有下咯。我知影有想做物件，对往生有障碍，现在就一句阿弥陀佛。有老阿公、老阿嬷，你若毋通轻视哦，伊真正会成就，真正往生。经讲若讲较好，讲较天花乱坠，袂当往生啊。往生就爱放下，发烧应下，何妨非法啊。所以说世间的一切法拢都爱放下，才会保证咱成功。方便不济，文理不济，拢是从方便，文理再多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帮助众生啊。会用这个方法帮助游客啊！呀，咱来了解佛的这个意思。伫较早无这个科技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文字。来做传播，嗰是伫过去，印刷术无发达，所以流通啊真正有限。
宋朝以前是手抄本，印刷术无发明啊。宋朝的时阵，才发明刻板印刷，迄、那个量也真有限。到现代技术太进步了，翕相影印。不但用文字，现在更方便呢，用光碟，成本比印刷更加便宜了。所以话，这几年来，常常提倡有声的经典，用图像读出来。公车会当伫电视顶面拍出来，全是文字，有声音带你念。这个好啊，成本真低，可比真容易。重要的这个经论啊，应该拢用这款的方式啊来流通，对网络来流通，对。电视来流通，我想现在卫星电视每一天听经，无需要看人，人有什么人好看呢？看经文啊，这个荧幕的对色呢，用深绿色的，咱看起来较舒服。文字啊，用白色的，真正明显。现在读书的人慢慢少了，用这方法，带动伊读书的兴趣啊。随着的经书，会当甲公碟，咱啊同时来流通。无看公碟的时阵，也使看书。惊看书麻烦的时阵，将这电视啊，甲拍开啊。电视拍开的时阵，对电视荧幕顶面来学习，这个方法好啊。也可嘛用这个方法。学佛。学到甚至讲世间的求学最重要是定功啊！咱现在看到一般的这个电视镜头的变化太复杂、太紧了，这有好处无？一点啊好处都无啊！哦，你的心永远在扑动，在跳。啊，你所提的是刺激啊！严格来讲，看这物件是伤心嘛，你的心未安啊。无一点啊好处啊，所以啊，咱今仔日啦所讲的钢筋啊，你看钢筋的这光碟，你看到的心也是袂当规个拢定落来啊，真正定落来只有听音声、看文字，无任何的色相啊。你目睭闭开看的是看经文。啊！对着这读诵，你目睭开了，完全听音声啊，拢是好的啊。这用一滴三昧啊，用一滴定啊，定久了就会开智慧。这个教学的效果才是真正会当恢复到古代啊。
这个人真正是有福报。啊，咱这座成本就搁较低咯。应该讲经讲演，拢向这方法去做。真正学物件，无需要去熟悉人。所以今仔日这个文理不济，方便不济，会当啊发展到网络、卫星电视。我听讲现代有宽频这个网络电视，效果甲卫星电视是几乎是同款的啊，成本真低。所以这个高科技进步真紧啊！我想伫最近这个宽频电视会去取代卫星，卫星成本太悬咯。啊，将来愈来是愈方便。收看嘛是会愈方便啦，我顶摆回来台湾，伫飞机顶的杂志，伊有咧卖物件，即杂志，看到一个细细个的。这个就亲像咱现在的电视机同款呢，偌大呢？甲现在人用这个手机也是同款遐大，进步。伊规个是画面，就亲像一个小型的电视机，会当收看卫星电视。伊内面有一个晶片，会当收看，那像将近二十台，二十个频道。哎，我看到这个真欢喜啊！我当时有甲买一个，飞机顶啊，无下该定下，伊夹了。我送给华中卫视，我甲华中卫视讲啊，你去找这间公司。叫伊好好甲咱设计一个，只会收看华中卫视，其他电台拢总收袂到的。你放喺身躯呀，随时会当收听、收看。我觉得好啊，将来连这个摄像也无爱咯，专门是音声是文字。这电影公司，你逐工伫附近的课堂的内底啊。我和这间公司啊，特别替咱设计这个物件，啊，咱会当大量的来加订买，伊生意就会好咯。鼓励，还会的同学，每一人身躯拢有一个这个小机器，啊，你甲看，随时随地，你拢会当收听。什么妨碍都拢无啊！啊，咱这个接收器咧，只会当啊接收咱啊钢筋教学的节目啊，其他的收袂到，这清净啊，无染污啊。这个较早无人敢去想啊，人拢唔敢想啊。现在竟然的变作事实，这啊拢是属方便啊，利益众生啊。
将来咱也想讲，要互即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，除了圣贤教育、宗教教育以外，想不出别项的方法。圣贤教育、宗教教育方式，一定要用高科技。现在咱看到这个，咱是非常欢喜啊！这会当普及，而且成本真低。只要买这个细细的机器，真便宜，又搁免交学费。24小时会当收看，会当陪你、带你。用功啊，帮助你精进，这是以往无法想象的方便不济。现在好在科学家开发出来咯，咱来非常感激。为什么咱未接受一般的这个电视节目呢？一般的电视节目啊，已经造成现在整个世界混乱的结果啊。无法是教育，教育一定要知影讲，人是教会好呀，嘛教会歹呀，看你安怎教。现在全世界，咱看电视、网络内面所包含的内容啊，是暴力、色情、杀盗、淫妄啊，这个社会哪会讲袂乱呢？所以这几年来，我总想讲找一个小社区，在这个小社区内面做实验，从这负面的影响咱的生活、情绪、品质的，咱慢慢远离啊。将圣贤的教诲，咱逐天甲有根，这个实验，我伫中国大陆咧做成功咯。现在咱的中心，交予政府去经营，我相信。伊会做甲更加好，这是一个试点，这试点真好啊！予咱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伟大，传统文化的智慧甲功能，咱重新认真的学习。这个世界无条条也会当救，也这个普遍来推动，就是普及教育就会收到效果。所以，这种完整的教学啊，利用这个卫星网络，用这种方式，会救世界啊。会救社会啊！在当前，
最严重的一个考验，就是时间。这个时间系愈紧愈好啊！过去这十年啊，过去三五年未富咯，未等你啊，来赶紧来做这工作。啊，咱相信一个素材做好了，会带动，会起示范作用。我想伫这方面，咱成立一个教学的小组，专门负责来制作这个节目，就是课程啊，来制作这个课程。定期的来播送，现在咱嘛有这个条件。啊，一定是对咱开始，对咱家己做起啊。伫日常生活的当中啊，个人展开来是家庭，是邻里乡党，是社会，是国家，搁在扩大是全世界。咱有责任，咱有义务。现在人常讲的啊，放眼世界，放眼天下，起心动念，爱为整个社会设想啊，爱为整个世界来设想。咱要怎样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？伊那里讲环保，环保最重要是精神的环保。外面环境染污啊，固然是严重。咱现在内心的染污啊，比外面环境严重的太多太多了。咱要安怎呢？这是咱当前一个真正严重的过度啊。咱来认真的去研究，认真的去学习，爱改做好。大好全人类的是安定和平、伦理道德、因果的教育，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可是教学咱必须爱明了，这是智慧，真实智慧，因果是根本啊。人若是讲唔知影业因果报，就是讲咱学《弟子规》、学《十善业道》，拢未踏实，啊，拢是表面的。真正了解业因果报，尽是不虚，伊就会大失咯。知影什么呢？一阴一毒，莫非坚定。所以是生死由命，富贵由天呐、啊。真正相信这个，伊就袂动心咯。所以啊，咱来对这块来落手，对这开始。今仔日咱讲的这是把这波罗蜜啦、啊。明仔载，咱要讲方便，啊，就是讲这个智慧、禅定、布施、忍辱，应该要安怎去落实，这属方便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里。